叱咤乐坛咧，继续有陈洁仪喺度嘅 Kit。咁咧之前我就播咗你一首Jazz 味好重嘅歌。别问我为什么爱你，别问我为什么爱你。系啦，咁啊，听闻咧，应该我估啦吓，就做紧新专辑噶啦。但系我哋集中讲咗呢一首歌先，同埋我咪都等咗好耐，你都好耐冇出新歌啦。系啊，咁呢个又系咩谂法嚟嘅咧？系咪会即系都系自己着迷嘅一个音乐类种啦，爵士音乐。Yeah， 其实我觉得同埋呢个因为原本同你讲。讲一个小故事啊，噃呢只歌其实佢都同哥哥有少少关系嘅。张国荣，张国荣，因为嘅作曲人叫做叶良骏，系我新加坡一个好朋友，佢亦都写过好多歌，包括《左右手》。咁点解我会唱到呢首歌咧？系即系呢个别问我为什么爱你，系其实好多年前啊，叶良骏系为哥哥写呢只歌嘅。咁佢亦都據佢所知，哥哥係錄咗呢首歌，但係後來都一路都冇出道。咁佢就佢隻歌就收埋曬，即係喺佢嗰啲所有嗰啲書櫃裏邊。咁因為嗰陣時我幾年前我出過一張翻唱碟，我就唱咗《左右手》啦。咁嗰陣時阿葉良俊聽咗就即係重新記翻起，哇！係我寫過呢隻歌喎。咁佢亦都好中意我嘅演繹。咁佢後來就翻去就挖佢嗰啲舊歌出嚟。咁佢就攞咗首歌俾我，佢就话：诶、欸，不如你即系歌你攞去唱啊！咁而哥哥虽然录咗，但系应该都系冇发表过，系冇发表过。咁就即系咁嘅一个缘分啦。咁嗰阵时，因为呢只歌点讲都系好多年前写旧，咁所以其实佢个曲风系比较，我觉得唔系咁 current 嘅。咁嗰阵时我就谂住点样去整一啲新意啦。咁我觉得呢个 jazz 版本我自己好中意，同埋佢系有少少 inspired by James Bond 电影嘅。点解咧？ Yeah， 因为其实 James Bond 佢哋通常系有一种 feel 嘅，有少少性感，有少少 jazz。你唔觉得嘅咩？你听、oh。 你睇翻嗰啲。所以你聽下佢個開頭都係有嗰種感覺。我而家個 trailer 出翻嚟啦，係啦，跟住一個轉身嗰種感覺，把槍就向住你啦。叱咤樂壇有我阿 Kit 陳潔儀，想聽足本訪問，即刻上88190.3.com節目重温啦。